们开始喽啊！一点改错了，对。来来来来来，啊，新王子来一点新鲜事，到礼拜五了，有一点新鲜事要跟大家介绍美食。这个美食呢，来跟大家讲啊，这个很今天谁介绍比较不一样，但是我们要先欢迎我们的来宾啊，那个刷碟的刘德华阿华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德华，刘德华，哦，刘德华，好的 ，OK， 那、啊、我们今天聊什么？嗯、我们今天来一个可以正餐可以点心的，在台湾人生活当中占有非常重要的阳春面、哦、这个阳春面可以聊很广、欸、阳春面在台湾人的生活几乎是不可或缺的存在、哦、它可以是下午的点心，是可以是晚上的宵夜，是可以是午餐的正餐，也有人早餐就开始吃了、啊、是、所以我觉得阳春面是我们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页，对，它其实就是一个庶民美食嘛，是是，而且阳春面从我们小时候开始，就是我记得我们小时候以前五块钱还是五块钱还是不到五块钱就一碗面啊，可能更早的时候一块两块，对，我觉得我们我是五十几年生的啊，那王子也是五十几年生的，我们到自己会拿了钱去巷口吃面，那个年纪呢，大概从五块钱上下开始吃吧，就是民国六十几年的时候，大概便宜。阳春面其实真的所谓的真阳春面哈，我们记得小时候阳春面就是面、青菜、汤，就这样子，是。就是阳春面，是没有比这个更阳春了、啊。这个青菜搞不好还是送你的，有一点葱花就了不起了。有一些地方搞不好只有葱花而已。葱花对，有一些是葱花。那但是后来青菜有很多变化，有时候可能放点芽菜啊，有的时候放点豆芽菜啊，啊，各地状况就不一样。然后呢，阳春面汤的，到时候也有阳春的干面，就是酱油拌面嘛，拌一下干拌面、也有这样子的。但是我觉得阳春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精髓，猪油。最重要的，对，最重要，因为猪油是以前的，像我们以前的猪油，记得小时候我们自己有练过猪油、哦、就是去买很肥的那个板肉，板油，然后切成方丁，然后呢再去在锅里面就等于炸，好，用自己把油自己炸出油来，是，然后呢那个油留着用，然后那个脆脆的那个油炸的那个猪油丁呢，又可以拌饭，也是零食。也是零食、啊、讲究一点阳春面呢，也就会给你来一点猪肉丁、猪肉渣，啊，炸过猪肉的这个猪肉渣，讲究的话，但是那个猪油真是香啊，那个热汤一下去之后，这个香味就出来了。阳春面除了咸淡的拌那个味道之外呢，大概就猪油的味道最重要的。后来还有一些就是酱，对，沙茶酱、麻酱。花生酱之类的，这样有人把这个做了一个讲法哈，我觉得听了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就是对我们而言叫阳春面，好，那像日本的拉面就像是日本的阳春面的概念，好，所以日本的拉面也会有很多的变化，除了最基础的日本的一些拉面的汤的做法之外，那有加法的减法嘛，越加越多，有的 越来越清淡，越来越减少，阳春面其实也是而且因为透过阳春面还有其他的附属的东西跑出来了，丰俭由人嘛，对，就是如果这个口袋这个零用钱不多的话呢，就是阳春面，那了不起加个卤蛋，再多一点加个卤蛋，对，那如果今天手头很宽裕，对，那就黑白切就来一点卤味来一点、啊、对不对，是，然后要不然就是今天阳春面可以升级加一点榨菜肉丝，就变榨菜肉丝面了，阳春面其实就加一个榨菜肉丝，就变加菜肉丝面了。
哦，那只是有些榨菜肉丝的做法不一样。嗯，我记得阿华曾经跟我分享一个那个榨菜肉丝面，那个老板是每一碗都亲自炒好的，一碗炒一次，一碗炒一次，啊，真的很认真。这个很难得看到，我大概全台吃透透啊，只有这家榨菜肉丝面每一碗炒一次的啊，就他了，就他了。这个也可以介绍，因为这个是阳春面概念啊。对，我们只介绍这个。它只有阳春面跟打卤面这种，这两个产品选项啊。那也是晚上在三民街的夜市啊。哦，那个，现在还有吗？哇，老夫妻去吃啊，老夫妻很老，我几次都没有遇到过了。哎呦，所以我还蛮怀念他的，希望他不要那么早退休啊。哦，是。好，所以那个这个在三民街附近，他就是真的是每一次就亲自炒。对，然后榨菜哈，是有技巧的。因为第一个榨菜你没有要不能让它变死咸，是因为第一个不要让它腐败哈，真的是必须用盐去很重的盐去腌制它嘛。刚刚说三民街夜市这个老夫妻呢，他是先把榨菜呢先煮过，给你一碗榨菜味的清汤。哦，然后榨菜也不会那么咸了，咸，然后再用生肉去炒那个料，是，炒完之后再煮好面拌，把它放在上面拌，是，这个这么费工，然后才收你那么一点钱，实在我觉得这个太值得了，有点佛系了，有点佛系，真的佛系，有些这个平民美食就是毕竟是佛系的，是，好，这个我们只带到而已，因为事实上因为它的选项，但还另外要打卤面，打卤面。这个在南部吃到的不太标准，说实话，因为我曾经跟那个阿华，讨论过有关于打卤面那件事情，打卤面跟大卤面，其实应该是同一个东西，但是我们都用错名词了，写错了，对，写错应该最早应该就是打卤。好，阿华就有一个非常讲好精确的讲法，打卤面是什么？是打，打个卤子在面上，打个卤子，好，卤子就是卤汁的概念，打个卤子，所以它其实是面煮好之后，把卤汁放在像浇头，对对对，像烩饭一样的概念，是烩一个卤汁放在煮好的面上头，是，然后你再把面经过卤汁放到嘴巴里面吃，对，不是把面放到汤里头去，是，两个概念不一样哦，对，把面放在汤里面要酸辣面，嗯，那酸辣汤嘛，做好的酸辣汤，对，你把面放进去要酸辣面，不是打卤面哦。打卤面是打卤哦，那为什么变大卤呢？是因为以前山东老乡发音不标准，不是发音不标准，它的乡音就这样。那我们听不清楚，他在讲是打卤啊，还是大卤？你搞不清楚他的那个音的发音，所以你以为叫大卤，其实是错的。好，应该不能叫大卤面，大卤面就是一个错误的用法，打个卤子。其实浇头面有很多这个也可以介绍，改天我们再来讲这个浇头面的事情啊。那我们再回来讲阳春面。那阳春面我知道，好，其实在南部也非常多，而且阳春面还有很多的变，这跟台北不太一样，是连汕头还有汕头阳春面，对不对？在高雄我们通常吃到的阳春面呢，都是汕头人的后裔开的哦。在高雄，因为当年这个从汕头来的这个原乡在汕头的人特别多，那所以这个在高雄，你几乎这个汕头火锅看到的也比较多。哎呦，这个也可以介绍。汕头火锅呢，将来我们再来做一个系列啊。那么今天既然讲到阳春面呢，那这个我当年这个星星王子还是在高雄，不是经常来做客的时候，对，偶尔带他去吃的第一家阳春面应该是自强路上面自强夜市白天卖的那个潮州面。潮州面。自强夜市在四维路右转自强路那边，是不是这样？就是那个小公园上面。小公园啊，对，那个小公园很就一个小小的公园，它就在小公园旁边的边角。对对对，三角窗上。一个小三角窗，巷子的小三角窗，对不对？是 okay, 是一个潮州面。是潮州面。潮州面、欸、那个人很多哎、欸。是，经常要排队。排队。经常要排队。嗯。那这个店其实有两家。嗯，两家。他的老店是在旗津。哦，他还有老店啊？对，旗津妈祖庙门口，妈祖庙附近，旗津妈祖庙附近。我以为就是那家店，还有旗津太远了，对，我们还要漂洋过海，漂洋过海，那时候对我们来讲不方便。我记得那时候还没隧道还没开好啊，对不对？
没有，已经开了，但是我们要因为要绕到另外一头去啊，所以我们通常不选择到旗津区。那如果外地的朋友到了高雄，那么早上在刚好在旗津的话呢，倒是推荐在旗津妈祖庙口啊，妈祖庙口是潮州面，潮州面。哎，他讲潮州面就是潮州阳春面的意思，是对不对？那他其实不只是阳春面啊，他的馄饨也很厉害啊。潮州人的馄饨，潮州人的鱼丸，对，汕头人的鱼丸，嗯，哎，潮汕一家了。潮汕一家，对，他们讲潮汕一家哈，嗯，我们就这个把潮州面他的馄饨这个跟鱼丸，我们就一并推荐。是，然后这家店呢，有一个特别要推荐的，嗯，就南部特别的产物，荤钱，什么？荤钱，粉肠，不是猪内脏的粉肠，而是这个用肠衣啊，旁边灌的那个，肠衣，番薯粉，哦，然后有肉，也有肉在里面，它不是肉，它主要不是肉，它的一般你在市面上吃的呢，会是肉块，嗯，用瘦肉去灌，那这家潮州面呢，它用的是鳍鱼肉。哦，鳍鱼肉，所以它的那个粉肠里面是鳍鱼肉，是，哎，这让我想到北京有道名菜叫灌肠，灌肠啊，哦，它也不是肉啊，对，它只是面粉，是，对不对？面制品，面粉制品，是，所以有异曲同工之妙。还有一些地方是用那个鸡蛋浆去灌，哦，鸡蛋浆去灌，对，鸡蛋浆这么昂贵的东西，对，前段时间有鸡蛋就是有富人，是富人的概念啊，是，哦，不容易啊，嗯，好。那所以他那个粉肠，这样讲起来很特殊，欸，我其实去吃的时候就觉得那个味道很奇特。他就是好吃，但是我从来没有跟你说过那个里面什么东西，鱼肉，对，哦，原来是鱼肉啊，对，我吃到肉的感觉，可是你又说不出来它是猪肉还是什么肉，就觉得它是肉，可是又把它又像是一个肠子。一般我们外面吃的粉肠，多数是用这个瘦肉，那有一些地方你吃到的是粉红色的粉肠，对，而是放了红糟的。所以粉红色是放红糟，那它的颜色不是粉红色，对不对？它不是，它是褐色原色，是啊，原来颜色是原色，所以它的那个味道很奇特，当然还是有问鸟有关啦，那问鸟也是很奇特的，啊。问鸟就我们南部一般都会这个用自家制的这种油膏、啊，那当然还是要推荐是大量的蘸泥。沾一点蒜泥，它也是很多蒜泥，对。那它的粉肠很奇特，所以它的切料也不错。因为其实阳春面，我们刚刚讲阳春面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可是它旁边的切料有的时候可以带动这个阳春面使用的那种精彩的感觉，对不对？锦上添花，锦上添花。所以它除了粉肠以外还有什么？特别介绍一下，就是它的鱼丸。个头比较大、啊，个头比较大，这很重要啊。豪迈的做法啊，这个是南部就有的哈，啊。对，潮州人的鱼丸，潮州人的鱼丸。好的，好，我们先再卖个关子哈，等一下再跟大家报告还有哪些什么有趣的切料，好不好？待会再回来。13分，所以待会再讲个17分，好。这一家差不多就这样了，然后就往前面开头，我们就做个小的结尾，讲完之后我们就换下一个讲文章，对不对？文章那所以粉肠，然后还有我觉得馄饨可以再琢磨一下，还有汤头，它煮锅汤头是不是？一般这种汤头，它汤头没有多特别，但是我认为那个它的汤头是煮了鱼丸的汤头。OK， 明白。是因为煮了鱼丸。好的，好，我们再回来哈。OK 哦。来，再回到节目里头，一点新鲜事。今天礼拜五，依旧请到了刷的刘德华，然后呢，阿华呢来跟大家再聊一聊美食。今天我们聊的是庶民美食阳春面。刚刚我们讲到自强夜市，可是他也，你带我去吃是中午啊，他也不是夜市啊，他又一家，他也算是早午餐的这个，好像自强。这个夜市中午就开始了，好多店都已经在营业了。对，它有一些店其实是中午就已经开始卖，然后晚上去这家店也没有啦。它只卖到午饭。对，它早餐有没有？早餐有？没有，它只做午餐。对，它只所以大概是10:30、11点左右开始吗？是，人很多，要及早去，要不然你晚一点去，晚点去就没有东西吃了。
晚点去可以保证的是粉肠绝对没有，粉肠一定没有，可以保证粉肠保证没有，不是说有粉肠保证没有，保证没有，保证没有，因为它真的太好吃，因为鲫鱼用鲫鱼的肉末、嗯、然后去做的粉肠，是一般是粉红色的，粉红色的就是红色的就是加了红糟的，它不是，它是原来的颜色，是好。然后呢，我们刚刚讲到有很多的配料，除了以外，还有一些切，有一些切料嘛，对对，切料是有一些，有一些它的，但是不是精彩的，它的精彩在于。馄饨汤，馄饨汤还有鱼丸汤，哎、欸，它汤很好喝，好喝，好喝。那它汤头怎么搞的？我猜啦，嗯，感觉起来应该是煮过那些鱼丸的吧？哦，哎、欸，其实是耶，嗯，因为你知道有些时候在高雄，我会发现有一些市场在卖虱目鱼丸，嗯，然后再卖一些特殊的一些肉丸，是，然后他就会然后你刚刚买鱼丸的时候，买肉丸的时候，他就会说你要煲汤，我说汤什么好煲？他说好啊，就煲回去煮。哦，那个汤很好喝哎。那他煮了那些丸子啊，是啊，那就是放在里面啊，就是很好的高汤啊，是，所以其实是非常棒的，而且还把这些鱼丸啊，这些高汤啊，还带到台北去分享给朋友，朋友都说好吃，一下子吃光了、来自南部大海的味道，对，真的真的是这样子，南部大海征服台北省嘛，是是是、好的，那这个自强路从四维路右转，然后在右手边就过了小公园的第一家店阳春面讲完了，我们下面要讲哪一家？还有一家也是你的最爱之一啊，你的老朋友文章阳春面。文章阳春面，那个章不是唱歌的文章的文、那个文章哦，它的章是玉字旁，玉字旁的章，好，玉字旁的章。那我跟你讲，我常常去扑空啊，是因为他的休息时间跟一般人不太一样，他固定休礼拜四嘛。对，你知道我们一般来说哈、我们大概已经习惯了某一些店是休礼拜一的，嗯。那有一些店休礼拜二，嗯，啊，那其实现在每一天好像都有人休息了，是，有人休礼拜天，是，好、那但是文章很妙，他休礼拜四，嗯，那这个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你说休礼拜一好，那个礼拜天你工作嘛，礼拜一休息还算正常嘛，那礼拜四突然间休息一下，你这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奇怪的休息方式，所以我们常常礼拜四哦。去因为他在 Costco 附近，嗯，对，然后刚好在中华路的 Costco 附近，嗯，那我们去买，就是想去买之前，刚好这个时间点上，我们就去吃吧，就去扑空没开，常有的事，对，去太早，嗯，不让你进去，去太晚，东西没了，东西没了，我跟你讲，他就是十二点才开，嗯，他也没有早，也没有晚，他也不是十一点半哦，我们以前以为十一点半没有哦。或者十一点，有些人讲说这个早点去吧，后来发现他就十二点，他也没有更早，嗯，还是十一点半我忘了，但是就是他绝对没有更早，嗯，就你时候到了没有开门你就要等，因为人真的很多，嗯，人真的很多，那但是他真的很好吃，我这个很难解释，而且我觉得在南部的所谓的阳春面，它的面不像我们台北的那种白碱面，嗯，它那边是潮汕的意面，对不对？这个文章的老板呢、嗯、我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就认识他，现在的老板是第二代，嗯，他跟我说过高雄很多卖阳春面的汕头人是都是他们家亲戚，他跟我说过这样一件事，这是已经很多年前跟我说的，所以、原来都自己人在开的啦，但 你会发现口味还很多，还很接近，这是真的，嗯嗯，我刚刚也说过，我后来看到的一些历史文献，就是说高雄这边从汕头移民过来的人特别多，是、所以他们把原乡的饮食习惯跟风味带进来、那这个文章呢，我们就会比较推荐他的麻酱干面，加了麻酱也加了沙茶酱，对，潮汕的沙茶酱很厉害，很厉害，很厉害，真的很厉害、那个有很多是自己做的哦。他不是去买的，他是自己做的、他们其实这个跟当年很多广东人去南洋，其实沙茶你是看起来是这样写，它其实叫就是沙爹，沙爹，就是沙爹，沙茶爹，沙茶沙茶这样转过来，对，沙爹，沙爹，印尼沙爹，是马来西亚沙爹，大概都是从那些地方的很多香料方式，因为过去的中国人没有那么多香料的概念，对，然后做出来那干拌面，是我们其实常去吃他的干拌面，王子特别推荐他们家的面，对，我觉得他面真的很好，而且我太太非常喜欢他们的面，
是，因为他也是非常喜欢吃意面的，嗯，就是那种潮汕的意面，嗯，这种就是他很独特，因为他台南也有啊，台南也是这样子，有一些类似这样的面，对不对？对，也是这样子，虽然那面就比较奇特，跟台北吃到阳春面不太一样，那个面的质感跟口感就不同了啦，这是一个，嗯，然后呢，再来就是因为你吃汤吃干面哈，你还可以配汤，嗯，因为其实我发现在中南部哈，尤其是南部哦，汤很重要，尤其是鱼丸汤。很好吃哎，欸，那鱼丸真的超好吃的，嗯，或者是一些馄饨汤也都好吃的不得了。那所以我们刚刚前面讲到那个馄饨汤就很好吃了，而且馄饨个又大，嗯，好，那文章来看的话呢，它的对不起，我吞下口水，没办法，讲到这个东西就是，嗯，你这个那个自然的那种反应就是反射就出来了，你知道吗？那个就是没办法。嗯，Buffalo 就想过这个反射的状况，嗯嗯，你想到那个食物，你想到，我已经脑子已经想到那个场景了，你知道吗？那个场景就看到那个食物端上，你就对不起，口水要出来，对不起，我害大家也吞一下口水哈，不好意思。那你是那个鱼丸汤啦，还有那个汤很鲜之外，嗯，我觉得文章还有一个很重要要值得介绍的方式，是你进来点餐，先点小菜有一个流程，它的流程标准流程就是先点小菜。后点面对，嗯，所以你不是说进来你就可以马上点了，你要有座位嘛，是排到座位进来坐了，然后呢他会先问你，要叫到你才能去点菜，是否则增加现场的这个混乱程度其实也不好，这样也想一想也是对的，所以你第一次去哈，你可能会搞不懂，所以你会觉得老板怎么那么龟毛，要求怎么那么多，没有，因为其实对他而言，这是他行之有年的，嗯，大家都知道就是这样，嗯，对，所以你要稍微听他的，他不是脾气坏哦，他们只是没有笑容而已，但不是脾气坏哦，我要讲清楚哈，哦。因为我后来去的时候还发现说，他们有一个流程，他不是针对你，他对每一个人都这么说，嗯，他不是跟你发脾气哦，嗯，他脾气真的比较，听起来好像对你发脾气，其实不是，他真的不是，所以你不要说，哎呦，这个怎么老板那么凶啊？他不是凶，他其实他有他的方法，因为他的方法是你先点菜。啊，菜不是说你点的马上就上来哦，对不起，你家制作的过程啊，哎，他那个菜都是热过的耶，是因为他小菜是热过的耶，他的这个因为放在这个冰橱里面，通常温度都会比较低嘛，啊，稍微烫过一下会比较好，对，因为有一些是凉菜啦，嗯，比如说你那个三色蛋啊，对或者皮蛋豆腐什么，嗯，有些是凉的，嗯，但有些是热的，嗯，你知道最让我惊艳的是哪一道菜吗？这是我小时候不爱吃的东西，后来长大越来越爱吃，叫青椒。哎，对，他拌那个青椒就是好吃。哎，真是，嗯，而且像我太太都不爱吃青椒，到那边青椒他就吃，嗯，然后他还有一些，比如说花枝，是花枝还是末花枝？花枝，嗯，啊，那也不错，嗯，烫过，然后呢，嗯，全部都热，连青椒也是热的，是，然后他有沾酱。也有蒜泥，也有蒜泥，对，又是蒜泥，又是蒜泥，蒜泥。中年大叔特别推荐蒜泥。那而且那个沾下去之后，那个青椒的清爽，然后因为烫过之后啊，杀过青，所以其实青椒还是那个猪油的香味。对对，尤其是那个猪油香味之外，嗯，还有一个，因为青椒杀过青之后，你原来觉得那个青椒深深的那个味道就没有了。对对对，其实是非常好吃的。嗯，它小菜很多种类，你喜欢什么你自己选择。嗯。那还有一个很好吃，叫嘴边肉啊，对对啊，它的嘴边肉非常的嫩，而且它料理的非常好，因为等面的过程要蛮久的，所以你就多点一点小菜吃吧。 对所以你小菜点完的菜送上来之后才会问你要吃什么面。对对，那这是一个有趣的流程，合理啊，嗯，经过几次我们大概也知道了，那我当然我自己有几次偷偷去，偷偷去之后呢就跟我太太一起去嘛，那个老板就认出我说，哎，你怎么没带大哥来？是对，阿华是他们大哥，你知道吗？因为阿华是跟他爸爸称兄道弟的概念，啊，是那这个第二代，说实话叫他哥不为过啊。是，那就是你怎么没带大哥来？你下次要带大哥一起来啦，你不要自己跑来啊！你要跟我讲好几次呢，我每次都不好意思，所以每次要去吃文章就想到说不行，我们要一定要带阿华一起去，没有带阿华去就会被人家骂。是，所以后来我们又去吃了几次，有阿华他就放心了。就放心了，那种感觉你知道，就放心了。他就很怕阿华被王子抛弃。是哦，没有。不过我跟你讲哈，文章这个面哈，真的是我吃起来哈，就你会想，你每次哈经过 Costco 你就想到他。哦，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他二弟在这个新中路，哦，还有一个新中路还家。对对。那可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文章在哪里？是在 Costco 附近，在
那应该叫明玉街吧？明玉街，它就是民权路后面的那一条。对对对，一个跟它平行的道路。如果从那个，我大概解释一下，如果你从那个光华跟二圣那边有一星还是二圣，那边有一个小岔路进来。对对，有个小岔路，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走进来就会看，在右手边，左边是大片公园，就看到附近停车不太难。多走几步路而已了。对，多走几步路不太难，就是欣赏一下那个小公大公园的那个风，中型公园啊，那种风光，走一走路。好，然后呢，反正每次经过那边哈、啊，就想到文章，就想去吃。是啊，但是有时候经过就是不禁扼腕，因为都是礼拜四。啊，记住礼拜四他公休。对。然后他只开中午吗？他是午餐跟晚餐两个时段。两个时段。他也是可以放到下午茶的，因为他下午不休息。哦，下午不休息。是。下午茶改天这个是可以再聊聊的。好，我南部人的下午茶很有趣，下次我们要特别跟大家介绍一下哈。啊，但是文章哈是一个，那他你说他新中路，对，新中路还有一间是他的弟弟，对对，算三兄弟哦。对，所以老大跟老二在，老大跟老三在这个，老大跟老三是啊，在那个我们刚刚讲的明玉街那边，对对对。然后那个老二在开另外一家的新中，在新中路、所以你吃我好，我们不要比较，只是跟你讲说，你还有另外一家文章，你不要看下一家，都是一个跌交的嘛，都是一个跌交的，好，对对对对，那这样讲对的，所以其实应该也都差不多，是的，只是说你跟那个老大跟老三比较常去那家店，就我们一起嘛，我们一起嘛，对对 对, 对，我们一起。好的，所以基本上文章的风味都还在就对了，是就是两边的店都一样，而且这一类的口味哦，类似的哦，对，在高雄真的还可以找到不少哦，好像对，都是这种汕头人的口味的，汕头的口味是。文章还有什么值得介绍的地方？它其实汤面汤米粉也不错啊，对，汤头好嘛，对啊，因为要煮那么多小菜，对啊，这个因为它很多猪肉类的东西，然后呢。那个大骨好像也是小卷啊，对对，什么的都有啊，对，所以等于山珍海味在一锅嘛，对，所以味道不差，汤头自然好，好的，所以它的汤因为好，所以其实如果不像我们点干拌面，你点汤面也是不错的，也是不错的选择，对，对不对？嗯，那其实它外带的蛮多的，但是都要排队，就是如果去这个店呢，你要稍微有点耐心，对啊，可能等稍微久一点，是啊。这个也是没有办法了。对，他旁边饮料店因为他们而存在，而能够活下来，是这样子。因为你知道夏天哈、真的挺热的、在高雄不要讲夏天了，高雄已经没有春天了，懂吗？现在已经在夏天了。你看我们穿短袖就知道，我们已经在夏天了，是好吗？现在才三月，OK， 但是我们已经在夏天了，所以基本上那个冷饮哦，在高雄是随时都存在的。对，那隔壁有个冷饮店啊，就是那个摇摇茶这种摇杯那个外带茶的那种，它其实两边是有点互通的，大家相辅相成嘛，对，相辅相成，所以很多来文章吃面的人，然后后面会隔壁买个茶什么的啊，也正常啦，正常，因为天气热嘛，天气热哈，是，对，好的，来，那文章讲的差不多了，那这个后面还有什么要介绍呢？哎，别急，好不好？大家别急。大家别急啊，那个口水吞一下，好吧 ？OK， 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好吧 ？OK， 14分，14分，那再推一个阳春面喽，再讲一个13分的东西就好了，对不对？好，13，再讲13分，10分钟多一点，13分左右的。那你要哪一家阳春面？还有哪一家可以讲？那个，我刚刚讲那家呢？哪一个？还有哪一家？你刚刚说的是，唐倩啊推荐的那家，对对对对对，那个，那是福安路吧？福安路，福安还是福安？福安路，没有招牌的阳春，对对对，他总叫阳春面，对，然后豪华版的，三个大店面。对，好不好？聊这个可以可以，那家也是猪油拌面的嘛。对，猪油拌面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港元也不错，看不是阳春面概念，还是牛肉面概念。港元已经是这个有国际性知名度了，不需要我们。不需要，不需要。OK。
就没有，也他也不需要特别介绍了，说实话，他已经，但我都录下来，你们都听到了。还是有人听到了哈，线上有人听到了。好啦，但是我们不一定会推荐他啦，因为你还有很多可以选择的吧，对不对哈？还有高雄的，我带你去吃过盐城区有一家，在那个中油的加油站旁边。嗯，盐城区啊，五福四路，五福四路啊，拐个角进去，对对对，吉日商场那家好，那家好，还是讲福安，吉日这家，那家也不错。如果看时间，如果福安讲的差不多，我们该讲这家，因为我们还有13分钟左右，13分钟可以，两周边可以放两家，好，来讲，先从你太太福安，OK， 开始了哈。来，再回到节目里面，一点新鲜事，礼拜五跟各位聊点美食。对不起啊，让大家口水稍微都分泌的一些哈，帮助消化好吗？帮助消化。来，今天阿华呢跟我们介绍阳春面啊，前面讲了两家了，然后呢这个分别有自强市场的跟文章哈，在明誉街的哈，还有呢有一家是我太太推荐的啊，这家也不错，在我们家附近啊，在我们家附近。福安路阳春面，它其实没有招牌，它就叫福安路阳，它就是阳春面，它的招牌就是阳春面，所以我们就叫它福安路阳春面。那你上网去查它，也就是福安路阳春面。那这家阳春面很特别，阿华去吃过吗？吃过，吃过，这个也是老店了，也是老店。然后一家，他们有三代啦，就是第一代、第二代都还在做啦。嗯，啊，因为都是爸爸带着做吧，爸爸妈妈带着儿子一起做。嗯，然后呢，儿子很喜欢收藏东西。嗯，啊，你每次看到的东西都不一样。嗯，我曾经看过全部都海贼王。嗯，然后后来看到全部都 Marvel 的那个手套啦，什么那个复仇者联盟的东西啊什么的。嗯，然后后来收藏一些其他的公仔，他收藏了很多东西，都很喜欢这些东西啊，摆都作为一个摆设。嗯，然后他属于阳春面的豪华版。阿华刚刚讲，他私下跟我讲，直接把三个透天店面打通了，那对，觉得还不够豪华吗？真的太厉害了。然后呢，这家店其实我有点熟啦，因为老板认识我啦，嗯，啊，对我也还不错。那对我不错到什么地步？就是每次去啊，都会请我吃点东西。然后呢，不是请我吃个青菜呢，就是我拿了一个冷泡茶，冷泡茶不用钱，嗯，啊，就这样，对我还真的挺好的。那我有时候也会去带一点伴手礼给他啊，因为就每次去都不好意思了，可是我太又很爱去吃他。我稍微介绍一下哈，因为他的阳春面也是一样，猪油真香。嗯嗯，它就是属于它不是用青菜的，它是用豆芽菜的。嗯，因为阳春面还是有分一些状况，有些是用青菜，那有些是用豆芽菜，或者有些连青菜都不放的，也有这种的。它就是有汤的，有干的，而且还有很多种不同的主食，啊，有面的，然后呢有米粉的，有米苔木的，还有板条的，嗯，各种都有，有汤的，有干的，通通都有啊，大小碗随你高兴。然后呢这家店呢中午就开了，我好像没有注意到会开到晚上吗？好像晚上也有的样子，有晚餐，有晚餐哈，因为通常都是到中午，都是中午去吃。就因为在我们附近嘛，中标该吃什么就在旁边很近，然后就去吃，然后旁边停车也不算太难，嗯，那骑车子当然方便很多。那旁边要停的话，就停到后面它的河北路、河南路那边，河北路停到河北路上，那河北路刚好是它的后门，它后面有开一个门，你可以从那边走进去啊，所以它的门是打通的，嗯，然后面里面很宽敞啊，非常宽敞，位置很多，但12点几乎就坐满，很容易跟别人并桌，很容易跟别人并桌。嗯，那它还有很多特色哈，我们刚刚讲面的种类很多种啊，主食种类很多嘛，米粉啊、板条啊、米苔木啦、啊、面啊都有之外，我有些时候不太喜欢吃米粉，可是它汤米粉真的很好吃，嗯，然后它旁边就有一个酱料区，有很多不同的辣油，你可以选择用辣油或豆瓣酱，味道都不错之外哈，然后那个调味料选择蛮多的以外，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它也是有卤味的。它的卤味选择蛮多的，然后呢也是帮你烫过的，然后呢烫完它也有一些冷的，比如说那个三色蛋啊，然后那个皮蛋豆腐啊，这些凉的他们也都有。那但它热完卤味之后呢，它就会
你去自己去夹，还有一个那个盆子，你自己去夹放里面，然后跟他讲你做几桌，他送来之后呢，就会给你一个小纸牌，上面写几期多少钱，啊，结账的时候呢，他你这个牌子给那个老板看，老板就帮你算账，好，就结进去了。那这个是一个非常平时的，因为价钱不贵，啊，真的不贵以外，还有味道很好，味道是不差的，味道很好，啊，那除了这个以外，啊，这是我太太极力推荐的，啊，所以这个他很爱吃，他常常去吃。那有时候我就不好意思去吃了，因为老板就会都要请我吃，我就不好意思，啊，所以这个我就会稍微少去一点，可是我太太非常喜欢，那因为我太太喜欢嘛，那我们就常会去吃，啊，好的。那这一家以外呢，啊，那个阿华听说还在介绍另外一家，这家店我也去吃过，啊，阿华这个耍得的刘德华又回到盐城区了，又回到盐城区了。这个盐城区，我们刚刚讲李雅区，现在又回到盐城区了。好的，是盐城区。盐城区的这个大义街上，大义街上是大义街已经非常靠近轨道那边了，对不对？不，它其实大义不是哦，距离这个应该就是大华五福四路上面了，哦，五福四路上面，距离五福四路，大义街呢，就是大义街走到底就会是城市商旅，对，城市商旅啊，在五福四路跟城市商旅中间，中间还不到，就反正只要过了五福四路一点点，就到了我说的过了爱河以后就是五福四路，对不对？对对对，过了爱河之后，好，五福四路，所以爱河以前什么英雄馆啊，或者是熊女啊，这边是五福三路，对对对。过了爱河桥之后就是五四路，所以四路了，到大义街那边。四路到大义街之后左转，嗯，那就以前有一个老的商场叫今日商场，今日商场，今日商场，哦，也是类似老爵江那样，老爵江从前开很多委托行的地方，是是是。那么，这个地方呢，这个有这么一家老牌的阳春面，嗯，也是没有招牌的，也是没有招牌，是没有招牌的。那这个没有招牌是不是就从路边的小摊子做起来的感觉？类似，哦，反正就是我很小的时候，很小，他就在就在了啊，现在也是应该第二代了，第三代了，第三代了，第三代了，对，哇，对，所以它的特色是什么？这个，好吃的阳春面，干拌面。哎，它也是干拌面，它也是干，我们也是比较喜欢它的干拌面，哦，就是，那它的干拌面特色什么？猪油，猪油香，然后酱香，酱，干拌面大概就是很重要的，猪油必须要，猪油一定要够香够好吃嘛，对对对，那么这个其实它也是类似这个比较偏我们习惯的那种汕头人口味的那种面哦，所以它的面是那种偏黄色的面，对 对, 对, 对，偏褐色的面，是那煮起来咬劲比较好，咬劲比较好，最后面咬劲比较好，是而且它那个汤汁挂得住，汤汁挂得住，对哦，所以它表面粗糙，因为面就这样子嘛，面一定太光滑你就挂不住酱汁嘛，对对对，一定要有粗糙还挂得住酱汁，它比较细的，比较细，所以它的酱汁，所以你这样讲起来，它除了不只是猪的问题。它搞不上酱油膏调的，不是酱油，不是酱油膏，是酱油，是酱油，所以就跟猪油的浓度有关，那也是各种的切料比较丰盛的一家，所以还是切料丰盛，对，切料丰盛，可以选的选项比较多，也是有蒜泥的概念哦。这家倒没有太多蒜泥，这家没有蒜泥了，没有蒜泥了，不容易不容易，有一个没有蒜泥的，那有自备蒜，要自备蒜头就对了，是是，这家也是，这就是。应该说我们从小吃的比较多的一家，就常会想到他去吃就对了，是是，有时候我还是要跟各位报告一下，就是说我们所推荐的店不见得是你认为会好吃的店，但只是我们自己吃过觉得好吃的，那拿出来跟大家讲一下这样。那毕竟我们也是有一些岁数的，有时候我跟阿华聊天聊到，就是真的你说四十几岁以前你要吃要懂会吃不知道，就是这时候的目的是吃饱，好，或是大家一起去吃什么东西，那你怎么会感觉出那些食物的美好？有时候甚至是回头在想，哎，这家店真好吃。我有一个朋友讲到另外一个事情是这样，他说他有一家，他有朋友想要去吃一家餐厅，那餐厅说多有名多有名，网络上的评价很高，
很多人都说去吃的好吃好吃好吃，他说他吃完之后呢不记得他吃了什么菜。嗯，就是每一个菜好吃，当时吃完之后呢你记不住那个味道了，嗯，特色就没有了，就没有特色。嗯，但是我们推荐的这几家店哈，回头想起来哈，你脑子里面会有那个味道。嗯，你们知道你吃的是有画面的，是有画面，所以我才会吞口水嘛。嗯，你真是的，了解意思的吗？真的是这样子，就是为什么会吞口水？因为你有画面，你知道你吃了什么。有些餐厅你回头一想，你吃完之后，然后嘞，什么你也记不得。啊，你就连火锅在内都一样，有些火锅店你以为只是呷哺呷哺哦，有些呷哺呷哺，你吃完就觉得它很好吃，你就知道你到底吃了些什么东西，那个肉的颜色、肉的口感，你都放在嘴巴心里头，你就记得。可是有些呷哺呷哺吃完，再有名的店你吃完就觉得还好而已啊。王子啊，现在很多店呢，嗯，是，你不用担心你忘记你吃了什么，因为都先拍照拍下来了。那只是在拍照而已，可是脑海里的那个感觉跟味道还是蛮重要的。其实是没有感情，没有温度。是感情的，是，啊，是。我觉得温度这个事情还蛮重要的，哦，那这家店，除了干面最适合以外，那还有什么其他？比如它汤头怎么样？它的汤呢？那馄饨汤也是不错的吧？馄饨汤，馄饨汤也是不错的。因为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阳春面哈。我们虽然刚刚讲阳春面延伸出来哈，有。好一点的就是榨菜肉丝面，嗯，阳春面再有的另外一个特色的转变就是馄饨面，嗯，所以一般来说阳春面跟馄饨也会绑在一起，你不是来碗馄饨面，就是来个阳春面配个馄饨汤，嗯，对，啊，就所谓干面啊配个馄饨汤，嗯，那这有各自各有千秋啊，啊，做法也不太一样，嗯嗯，那他有那可是你知道，我发现在高雄啊当地特色只要是阳春面，除了馄饨汤以外。大多也会有鱼丸汤，就跟我们海港特性有关系，有关系嘛，对不对？嗯，好，有馄饨汤、鱼丸汤，捞到了大量的鱼货，那很多就是没有办法处理。过去这个鱼剩下来量太多的话，那就会打成鱼浆，打成鱼浆，啊，然后做成鱼丸，这样便于保存。对，所以其实很多在高雄的阳春面的特色就会变成。也会有很多跟当地有关，比如鱼货的东西有关，嗯，所以它其实其他料的东西，其他料不完全都跟猪有关，其实海鲜类的其他料非常多，鲨鱼烟就是最有代表性的东西了，对，鲨鱼烟就其中一个，而且真的这个鲨鱼烟要做得好吃也不容易耶，嗯，真的，因为它其实还是有手法的啊，它是有一些专门的一些手法，嗯，那鲨鱼烟这个。我想把它放在黑白切系列，我们这个南部人的下午茶啊，有黑白切，对 对, 对，是，那有一些地方这个下午就开始 happy hour 就这个喝起来了啊，哎，所以我们应该放在另外一个单元来讲。我想你有介绍我一家店，嗯，那一家店我们下次也来讲，在高雄展览馆旁边对面有一家店，记不记得有一家店晚上才有？展览馆，是。记得哈，那家店推荐我们去吃，嗯，那家也不错，那家也可以来讲一下哈。是，好的，我们今天讲阳春面，阳春面你以为这么简单讲完了吗？啊，我们可以分成很多集来讲，哦，可以分很多区哦，对，很多集哦。阳春面其实会非常好玩，而且阳春面的丰富度完全来自于周边的其他食物，但是没有阳春面哦，是不是？我觉得每个人心中都会有一碗自己的阳春面，对对，就他们家巷口那一家，是有没有比较？嗯，我的脑子里面也有第一家，我吃过的第一碗阳春面的味道，我也还记得。好，阳春面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记忆，尤其在我们经过的这么多先辈的努力的情况下，得到现在这么富庶的未来，哦，所以我觉得阳春面有一个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是好吧？今天谢谢阿华，谢谢，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聊，拜拜，拜拜。